你要走要讲一下，我底下在找你无。哇，迎春雪，哇，好漂亮这样，哇。而且它的蛋卷就是煎的一层一层一层的。超级好吃，超好吃又香，带你出来好有成就感哦！你被抬起来，太爽了吧！来一杯吗？我是问你要来一杯吗？不是问你要不要拍照。可爱，旅日好康优惠券来喽！如果你正在规划一趟日本旅游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些优惠券，不管是租车、购物、免税店的优惠券，通通都有。领取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点击资讯栏的予以观众专属优惠券的链接，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优惠券在等着你。如果你要来日本旅游的话，千万别错过。还有，另外优惠券，记得帮我把这支影片按赞还有订阅予以的频道哟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都会有最新的日本旅游即时资讯分享。对我，影片开始。嗨哟，我是住在日本台湾人 Yui Liz， 后面两位是 Yuba 跟 Yuma。影片呢，就是要带 Yuba Yuma 去日本的校庆之旅。就是 Yuma 最近常常在讲说想要出国啊，想要去日本玩，我就说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马上买了机票要来日本看樱花。结果没想到呢，他竟然被他的同事说二月日本哪有樱花，所以两位，我要带你们去看日本非常漂亮的樱花。日本的二月就有一种叫做和金樱的早开樱，在二月中后就会开花了。那在今年暖冬，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满开非常漂亮的状态。那这是我们这次主要的旅行，然后这次呢五天的旅行，为了让两位我们家的尊上可以好好享受日本旅游，所以我们这次使用了包车服务啊，有个奢侈的。那我们这次的包车呢是跟青鸟旅行社合作的，那他们的包车服务还蛮方便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安排行程给他们报价，然后你也可以请他们提供行程建议，然后也可以做非常高度的客制化，我觉得很赞。那为了让两位呢可以无忧无虑的享受这次的旅行，所以呢这次五天的旅行全部都是由我本人一手规划的。真的要收费了，真的要收费，要开旅行社，要开旅行社。我们下去一个 Yuma 一直很想要去体验的行程。你是不是快睡着了？车子是不是太舒服？太舒服，我以为是拍一台小巴车，拍这么高级的车，非常高级。带我回乡台湾就买一台来吧。我们第一站要先来穿和服。原来如此，你很想要体验的和服。看那个乐哥很早就穿好了，自己在外面闲逛。先带他们来体验和服。我今天穿的是跨，我第一次穿这种跨。跨是只有在日本的毕业典礼，只有女生才会比较会穿。花姐来日本这么多次，第一次穿和服哈。对，开心。好，那我们来去逛街吧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你的搭配很时尚哎，这个配色。为什么要用五元吗？因为五元就是日文 goen， 就是有缘分的意思。哦，跟台湾一样、啊。哎呦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好，换爸爸。你抽到什么？抽到胸。哦，大胸。我来翻译一下哦。他说。如果你要考试的话，请好好复习数学和国语。你要看医生的话，要慎选医生。他说，请坚定你的心智，然后好好的使用你与生俱来的才能，让你发光发热。你有很不错的天分，不能随波逐流，叫你不要忘本。不要一个行李箱买两次退两次，把时间花在买行李箱跟换行李箱上是没有用的。耶、yeah, ！午餐来到我很喜欢的这边，有一家卖布拉希的专卖店。它这边很可爱的是这个圣诞一整杯的布拉希，而且拍起来很好看。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个布拉希的蛋卷，这真的超级好吃，极推。乐哥点的是豆皮卷，请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而且它的蛋卷就是煎的一层一层一层的，超级好吃。非常有层次，满满的布拉提。那现在知道的是，是我们台湾讲的应该是咸饭嘛，糯米饭之类的。但是它的饭就好吃，就可以。然后这个87就更赞，好讲赞。这家哈那里那里，
超好吃，乐哥花姐赞不绝口，非常非常推荐。嗯，几分？几分？87分。绿色的大便。金娜酒家。刷漆。我到一家觉得还不错，好喝的抹茶，我买的是无糖抹茶，蛮有抹味的，而且冰淇淋也很好吃，很浓，它的那个浓茶冰淇淋还不错，上面还有撒抹茶粉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吃完了呢。哥哥现在搞失踪，我们找了他找了半天。你个照要讲给我，底下在吹不？我拢用食的，那我哪有照？上尾就是迄个鸟居，拢是用真食的啊。现在要去乐哥期待已久的快来高手，超级多人在那边。我之前来的时候只有我跟我朋友，超级多人现在。我们明天要去那个江之岛。在江之岛上面也有免费供应黑糖红枣姜汁。你供应吗？你要供应我们喝？台湾带来的是吗？我的天啊，哎，我眼睛要瞎掉了，哎，我的天啊。如何？房间大吧？哇，赞哦！哇，浴室好大哦，淋浴的在这边，但是住海景房呢，家这边可以出去阳台看风景。哇塞，这个有夕阳的时候来应该超棒的，沙滩。还有游泳池，前面就可以看到江之岛上面那个蜡烛。这间饭店还蛮不错的，我们是订王子大饭店连舱的，三个人的话加床含早餐是31000日币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含早餐有海景，有高尔夫球场，然后还有游泳池，可以享受一下。电梯里面竟然还有椅子可以坐，是有多累？我们刚才找餐厅找了老半天，决定不了，结果去超市爆买了一堆，买了一整桌，还有两盒福冈的草莓阿妈哦。这样子总共是多少钱？你猜猜看。5000。答对了，比我们去吃一个套餐还要便宜。我们大家如果去吃饭店的套餐，一个人是8000块。还有这个栗木的草莓，这一盒只要499，我觉得超便宜的。草莓超好吃的，然后还一口都还没咬。哦，赞，超好吃又香，带你出来还有成就感哦。早上起来，车子就已经来接我们了，真的超方便的。而且这车子里面的空间很赞、车子里面还内赠一个爸爸，这看起来超舒服的。它这边有这种软垫，这个椅子是不是可以调整？这感觉可以抬起来，哎、可以抬起来，太爽了吧！舒服。后面的空间也很大，我们今天是三个大行李箱加两大袋都可以放进去。前座这边是我的位置，也一样非常的舒适，这边是可以抬起来的。前座的这边空间也很大，这边有个置物箱，然后有个杯架，一样这边也有杯架，超多置物空间的，坐起来非常的舒适，很爽。今天要去江之岛，今天下雨，车上有伞，这么贴心，可以像那路人一样跑步到江之岛、太江之了吧。我觉得这次的包车服务真的是太舒适了，我整个一直刷费刷得很爽。你后面那个是青铜的鸟居，我们平常看到鸟居大部分是红色的，是这边藤泽市的市指定文化财哦。好敷衍，很像。这个江岛神社是日本三大辩财天之一，辩财的意思是什么？让你赚钱，活力活牙。哦，这是不是台湾的那个字叫做拼的简体？拼命赚钱的意思。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？乌鸡汉呐！啊，乌鸡汉呐！哇，好美哦！会洗手的呢？不能，这是白漂亮而已。这位太太，你在干嘛？我看哪一个是我的？你在看哪个是你手？你也想要当江之岛的歌舞伎吗？有！你看那个声音，感觉很像那个瞎子在悲鸣，这样。
叫的那么凄厉，我还吃得下吗？那工作人员还面无表情的把章鱼扑下去。章鱼怎么叫？啊，现在是章鱼的叫声。凄厉的悲鸣声换来可口的、令人难过的。好吃的，讲的这样谁敢吃呢？你讲的很失意。店名叫做 Maruyaki， Maru 就是一整个的意思。他说一整个章鱼，一整只虾子要下去。来了来了，他做好了。阿迪亚在吗？我们去风小的地方，他马上就会被吹爆。我们去风小。我们请他切小片一点，这样比较好拿。哎，感觉像咬宝丽龙的感觉，薄薄的宝丽龙。那个虾味很重，非常有那个鲜味。我觉得章鱼的最好吃，吃起来很像在吃它们的壳的感觉。虾子很漂亮，那它壳整只虾是压的。江之岛呢有香兰的宝石的称号，因为晚上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点灯的。所以他们这边的收费方式超特别，就是五点以前出去就不用钱，不是你几点进来。上次白天来的时候没有点灯，今天好像是在测试吧，而且现在是期间限定的紫色点灯，超 lucky 的。接下来要带花姐去看花姐想去的景点，带梅花姐去看梅花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热海梅园，这里的梅花有很多种不一样的，它从11月早开梅到2、3月的晚开梅都有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上走去看晚开的梅花。你是早开的梅花还是晚开的梅花？我是早开。你在蒸屁股、哦？哎、欸，是温泉吗？温泉耶，温泉啊！哎、欸，滑滑的耶，那可能是温泉哦。你喝喝看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！哎哎哎哎哎，那大家洗脚水。我们今天要带乐根跟花姐去看樱花。大家知道河津樱啊，在河津町那边是最有人气、最有名的嘛。但是因为河津樱真的是交通非常方便，然后太有人气了，非常人挤人。所以今天想要带他们去一个比较少人的南伊豆的，也是河津樱祭典。那在他们的最前段呢，这边是有这个黄澄澄的油菜花田，非常的漂亮。因为今天下雨关系，没有什么人，我们直接卡西基里包场。这边油菜花田超赞的，他们都有做那种步道可以走在里面。大家知道河津樱的河津樱祭典嘛？那在这个下贺茂这边有个下贺茂温泉汤之花，这边有一个道之椅，在这边可以停车，然后以这边为算是为中心。左右是有这个樱花祭典的，而且他们这边樱花有一片是跟油菜花一起的，所以可以拍到这种粉粉黄黄的。其实比起河津那边的河津樱祭来讲，这边呢人少非常非常非常多，但是这边一样有800棵的樱花可以欣赏，也是沿着河岸两侧。只是这边的交通比较没有河津樱那么方便，那因为我们这次包车，我就想说奢侈一点，带着U 爸 U 妈来到这个人比较少的地方，然后再加上今天下雨要撑伞嘛，所以这边人少一点比较好拍，比较不会那么拥挤的感觉。樱花花瓣地毯，哇，那在这附近呢有一家虾子的拉面店，我爱虾人士当然要去来吃一下咯，叫做 Ebi Sha。
难得可以称赞的拉面。啊，真的吗？乐哥对拉面很严格的。汤是可以喝的。你为什么想吃饺子？在台湾饺子有些还蛮好吃的，尤其是自己包自己煎的饺子。这是你自己做的饺子？是、啊，我自己煎的饺子特别好吃，在外面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饺子，先要尝一口原味的，味道还不错，但是它的馅料搅得太细了。严格哎！哦，它的汤很虾哎，苍龙的虾味，哇！下午比较雨小一点了，还是带他们来看一下王道的何金英。在何金川旁边看何金艇的何金英，王道的何金英还是蛮美的。这边阶梯都有铺上粉红地毯呢，超美的。哎，你看有台湾猜什么？台湾鸡排哎，还有那个地瓜球哎。特地带乐哥来吃粉色鲷鱼烧，结果竟然没开，比较像酸梅。我们今天买东西都有人家送哎，你买了两包香菇，他也送一堆；买橘子，他也送一堆。对，我们都长得很可爱。啊，你这个要在日本吃完，你吃得完吗？我当然吃得完。到底为什么来看樱花要买橘子？第一次看到温泉饭店有咖啡。猪肉片好大片。哦，这个猪肉好嫩哦！这个区域限定的，要吗？来一杯吗？我是问你要来一杯吗？不是问你要不要拍照。干杯！感谢，お疲れ様です。期待吗？期待又害怕。好，跑起来哦！跑！继续跑，不要停。Yes.